我们一起来欢迎宋永辉还有宋佩璇，掌声鼓励。你在做什么呀？我在读《弟子规》。哇，小小年纪就会读《弟子规》，真聪明。有空可不可以教教弟弟妹妹呀？他们这么笨，怎么教得会呢？哎，佩璇，你可不要说弟弟妹妹笨。你像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，连你我他都分不清。连你我他都分不清，我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就背一背，我们听一听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，入则孝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善成；冬则温。你背的真的很流利。你现在也真的很聪明，可是小的时候啊，你真的连你我他都分不清，还闹了很多笑话呢。还闹了很多笑话，那我们就回到过去演一演吧。好，那我就演小时候的你。那我就演我小时候的老师。佩璇。到。今天老师要教你三个字，他们是你、我、他，你可以说一说他们的意思吗？你、我、他就是你、我、他。错了，现在老师慢慢的教你，仔细的听。你是我学生，我是你老师，小红她是你的女同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家看我多聪明，才教一遍就都会了。佩璇，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等回到家呀就闹笑话了。那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吧。好，那我还演小时候的你。那我就演爸爸。哎，爸爸，爸爸坐这里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佩璇，今天老师在学校都教了你什么？你我他。那你可以说一说他们的意思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是我学生。哦。我是你老师。哦。他那个洗碗的，他是你的女同学。她是你妈妈，错了错了，都错了。现在爸爸慢慢的教你，仔细的听。你是我女儿，我是你爸爸。那边那个刷碗的是你妈妈，记住了吗？妈妈记住了。大家看我多厉害，才教两天就都会了。佩璇呐，你又高兴得太早了，等到了学校又闹笑话了。那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吧。啊，佩璇。大奥，老师好。你还记得昨天老师都教了你什么吗？你我他。那你可以说一说他们的意思吗？你是我女儿。啊。我是你爸爸。啊。小红，她是你妈妈。啊。错了错了，又错了。爸爸，快别演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佩璇，其实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每一个小孩子呀，都是经过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耐心教导，才变得聪明可爱的。那我要感谢爸爸妈妈的耐心教导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教弟弟妹妹的。真是我的乖女儿。
欢迎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上了这一课，谢谢我们 B 三组的朋友给我们上了一个你我他，也有给我们讲述一个在儿时发生的一个趣事。